你要装无他啊。麻烦看前面。最近的照相馆可能都要来回都要超过一个小时，那更不用说还要等待洗的时间。所以户政事务所在清理上之后就特别跟我说，我们可不可以为民众再多做一件加值的服务，也就是这间照相馆的产生。那我们在这间照相馆在产生之后呢，我们也把我们户政事务所柜台的工作同仁送到受训哦，便民的服务啊，哈，就是便民的服务。礼拜六的早上，9点到11点，为民众多一个加值的服务。那你也知道，未来我们很可能要换发新的国民身份证，所以这个到时候就会非常的需要。最后一点，个资的保护也跟各位报告。那你说我的相片被存在这个档案里面，到时候怎么样？被拿去用了，各位您放心。这个照相馆有一种自动销毁的功能，这个是汤姆克鲁斯教我们的，也就是照片存在我们的档案里面，如果5天之内没有用，即将自动销毁，会自动销毁。